乌国防部称，2014年以来，获美国援助总额超20亿美元。刚又收到一批。乌克兰国防部最新消息称，乌方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一批额外安全援助物资。2014年以来，乌克兰获得的美国援助总额已超过20亿美元。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11日报道，乌克兰国防部称，美国政府提供的第一批额外安全援助物资运抵乌克兰。除了之前商定的2.5亿美元援助，乌克兰还获得美国提供的总额6000万美元的医疗物资、武器弹药、高精度武器以及无线电雷达监测设备。